蔡总统所代表的路线是正确的。蔡英文总统写当好大家信你们这个总统，工业区的更新的计划能够把我们工业区往上走，也就是立体化了，把台湾的经济拼得更好，让我们逐渐摆脱过度依赖单一的市场。我们的产业转型所需要的总统的法案，都是我们立委在第一线能够在最早的时间可以通过，让我们可以早早的实施各项的改革跟转型，让我们在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把产品销售进去，在每一个可以成立据点的地方我们都成立据点，让全世界都肯看到台湾人，看到台湾的产品。你投资我相挺，顾台湾拼经济，这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目标。